国庆会一同的呢来成果的展现，也能将二水的二水国中的管乐队精神及骄傲传承给。今天呢都非常的这个充实哦，祝福大家，谢谢大家，谢谢幸福的成长，马上来家，祝福今天的这个嘉年华会圆满成功。这个新闻局跟咱的这个阿片长兄，阿强东哈，阿弟咱的这个环保人才，推广咱交通安全的宣导，会使讲哦，这人山人海哦，那咱除了有真济的这个宣导的一个摊位之外，那我们也请到了我们的小青蛙儿童剧跟拥有的大哥哥大姐姐，透过这样的互动的方式，让孩子们能够对于我们交通安全能够深入他们的这个孩子的心中哦。拜托囡仔要回去给咱的爸爸妈妈哦，那该这个激动，叫因袂使这个啉烧酒来回家，那遇到小朋友这个行经我们的这个人行道。不可以闯哦，也不可以闯红灯哦。那我相信，这个透过呀，跟大小朋友一起寓教于乐的方式，那让大家度过一个欢乐的这个双十节哈。那在这一起努力，让我们的未来的国家主人翁能够有最好、最安全、最健康的一个环境来接你要快要边走，你不可以插线，不可以插线，对。我的生日，那我们也利用这个机会来做一些交通安全的宣导。我想交通安全的宣导要从小扎根，从小朋友的时候就要教育他们要遵守交通法令的规矩，然后这个长大了之后有驾驶行为了也能够遵守交通规则，那我们整个交通体系才能够有一个好的一个循环。所以今天利用这一个活动，我们也在这边做一些交通安全的宣导，希望大家都能够遵守交通秩序。好，这个小阿雷机车哈，最主要就是让我们的小朋友体验这个驾驶的行为，但是这个只能在公园、在私人的场地，不能够到马路上。好，所以我们今天这个体验是让小朋友有这个一个交通安全的概念，有一个遵守交通秩序的概念，希望我们从小就让小朋友有一个遵守交通秩序的一个好的习惯，那长大了之后也能够遵守交通秩序，那我们整个交通环境才会安全。